普通婴儿床宝宝睡到一两岁之后就会闲置，最近入手的这款多功能的可变形的婴儿床就很不错，底部是储存空间，脚上有轮子，移动也方便，它可与大床拼在一起，在宝宝大一些的时候可拼接上延长板，秒变拼接床，宝宝睡到八九岁都没有问题，宝宝不睡了还可将床变成学习桌，实木的材质，安全又环保。